直都有我時間，我就問啦，點解會請我咧？抽班係外口。這個場地是第一個演出的嘉賓，所以我的壓力也比較大，今天我們這個主人家也都在場，所以都有少少壓力。不過這個 show 或者這個場地我覺得很正，是因為很 close， 大家很近的距離，所以尤其是做棟篤笑的時間，真的可以在台上面見到他們每一個人的反應、眼神、笑容，他們每一位都很可愛，給了很多能量，所以今晚能夠演出成功的話，我覺得他們都佔有一個非常大的分數。10月12日就是我媽媽的生日，她今天又在現場，84歲的工齡都還是這麼有活力地去支持我，這麼拍手掌在這裡為我歡呼，我是覺得很感動，因為媽媽一直是我最強的後盾，會嚟緊在大灣區不同的地方都會希望跟所有的大灣區的朋友可以近距離地接觸。Woo!